啊，咋了，大爷？老板，我让你看看这个桌子。啊，这桌子。啊。啊，这，咦，这给哪弄了这桌子？俺妹，她800块钱买俩桌子，她送给我一个。800块钱买俩桌子。买俩金桌子。买啥桌子？这桌子。啊，这桌子。800块钱买嘞？啊，对。他送给我，我不要。他对我说，他400块钱一个买嘞。啊。我给他400块钱。啊，但是。他送给你，你不要。啊，他送给我，我不要。400块钱买嘞。啊，他对我说400块钱买嘞。哦。我不想，我害怕真不真的，我叫你来鉴定鉴定看看。哦，租金999。哦，你看着我，看不准是吧？这金镯子，我看着像金镯子。你看俺二哥买这个，啊，还没那个大，还没那个粗，还10000多嘞。啊。他说他400买的，我咋有点不相信嘞？400块钱买个金镯子。哎，对呀，我叫你来鉴定鉴定。啊，这是你给恁妹400块钱，他给你个这镯子。哎，对呀。啊，他买俩。啊，他买俩，800块钱买俩，送给我一个。他带一个，他给你一个。啊，对呀。啊。然后你看着不像假的，他跟你说是假的是吧？哎，他跟我说是假的。啊。他跟你说是假的。哎，对。然后你看着不像假的。我看着不像假的。哦，你过来找我看一下真假是吧？哎，对对。别说你看着不像假的，我看着也不像假的。我称一下子，他这两个口罩是40.26克，再看一下他这口罩的克，加上表盘应该40.5斤。呀，40.5斤，这个口罩算是对着的。我看着这个不像假的。啊，看着不像假的，我看着也不像假的。这恁妹是不是想给您个桌子了？那可能，有可能。恁不是害怕我不要？他对我说是个假的，叫我给他400块钱。啊，他说400块钱买的。哎，他说他对我说400块钱买的。嗯，那可以，不错。是个真的吗？嗯，这个桌子应该不假意。不假。表盘带着了，你看表盘都没转，你看这表盘上写的。租金收注，含金量99.9%，99%，质量40.26克。我看还像真的。这是个真黄金手镯，真黄金吗？不是一个假的，恁妹可能那意思是啥嘞？都是想送你个黄金手镯，害怕你不要。害怕我不要。嗯，他跟你说这个假的，收你400块钱，你别说400块钱，400块钱连这一个镯你也买不住，别400块钱买这个金镯子了。这镯子现在按。一颗才400多，这个桌子涨20000了。这可不是这可不是400块钱，恁妹可能还是想给你个桌子。可能想给我个桌子。那不赖，那有个大的妹妹中。看，俺妹多可亲。那是嘞，她并不是想骗你那400块钱，这是个真家伙。好。啊，你可别被人家几百块钱卖给你了，这个桌子值1-2万嘞。好，谢谢老板。好，过去呗。好。